毕竟大学啦啦队这次来台，其实是为了参加前天在中山大学举办的第七届海洋杯啦啦队竞赛，并且在比赛结束之后前往台南的南台科技大学、嘉义的北新国中以及台北的世新大学进行交流，最后一站则是来到了圆山大饭店来表演。而这一趟台湾行呢，又刚好遇上了花莲强震，啦啦队团员们也献上了自己的关心和慰问。 立刻下载《静新闻》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静好新闻。